今天咱们说家运这个事儿啊，现在也是很少有谈论这个的，大多呢都是讲一些个人的时运方面，对不对？实际上呢，运它也是分大小的啊，而且呢，这个个人其实是站在最后的，稍微往上呢就是家运，然后省运啊，甚至国运等等等等。那么越往上来，你个人的那点事儿就越不算啥，是吧？比如说以前的这个社会，你得为了一日三餐发愁啊，然后现在呢都得换着法的吃了。那是你个人的运好吗？不是的啊，是咱们国家厉害了，你才能过得舒坦。但是这种事儿不是咱老百姓能决定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就往小了说，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家运，这个很重要啊。而且家运的积累呢，不一定是一代人的事儿，有时候甚至是几代人才能积累出来的。这一点就是咱们家运的这个传承问题。还有包括一些懂行的朋友啊，都知道这个祖宅的影响也非常大。咱们历史上不是还有一个叫宰相村的地儿吗？对不对？在这儿呢，咱不讨论他出了哪些名人啊，而是说另一方面，就是地脉对家族的影响。你比如说香港的很多富豪啊，可能说在很多这个个人方面比较节俭，但你要是给他一块好地，那可能豪掷千金都不带眨眼的啊。这也是对家族家运的一个隐性投资，因为他明白这背后的回报是啥。当然这是富豪干的事儿啊，那对咱穷老百姓来说呢，咋积累家运，这个就是咱们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福报的积累。这一点你别跟我讲科不科学啊，行善积德的家庭，他的这个后代一定是能够沾到光的，这一点很准。而且呢，不管是儒家、佛家还是这个道家，他都是说得通的。所以说呢，你老实一点啊，多修正一下自个儿，哪怕是为了将来你的后代啊能跟你一样舒坦的刷刷视频就挺好。